顺德高僧们的重要答复。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回复求证者们的提问。农历正月二十五，第二十五道答案。两马空行法是藏密宗的法，在深空不云初段，虽然是挂圣字如尊，可是建立不了内密坛场的，只比神话故事《西游记》的孙悟空驾的笨鸡云高超一些，因为道行还不够，还需当努力修行进取道量，必须证到三段经口以上的大圣德，才能有建立内密坛场的圣量。那么第三世多杰羌佛说，我听说过两马空行法，但自己不懂这个两马空行法，除了自愧法不如人，就是知道修行才是根本。你们想要学这个法，就求另外大圣德吧。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代大圣德们执笔回答提问。2018年3月12日。